让沟通上面，对不对？安尼较袂啦吼，安尼才会坐。啊，有哪样落来？啊，坐啊，你有坐到袂？啊，你坐。你坐啊，坐到哪公司？啊，我爱坐他司吼。无看你个人的。哦，这个地方比较高哦，慢慢的。落差大了。有一阶很高的，对，慢慢的。靠来就坐他了吧，靠来一定要行过来。有啊，这个向后的很多，要怎么？这个球下去不得了。看稳了哈，看稳了，这很陡哎。可以，没事。你手机最好都放，他说你就放下，要放屁股头。没事，我再拍啊。你在这种地方就不要拍了吧。没事。嗯。要安全喽，每一个人都要安全。他还用一只手在拍，你看你这弄。不行啊。到时候你出事，下面的人会倒霉。对啊，不要拍了嘛，这也没什么好拍的。这一段没什么好拍的。会非常影响。没问题，像我们都已经很非常习惯的。不行，越有经验越要小心。对，没有错。越有经验越要小心。安全第一的，拍你的拍根本不是很重要的事。对，上帝保守哈。对啊，大家都平安。快要结束了。